我偷看过去几十冬，戆戆的脚步袂煞，无力行，风雨愈来愈大。我过了一山过一山，故事家己写，无力行，命运拖磨。人生有起有落，感谢有恁的陪伴。每一天当作新的出发，风雨嘛爱行，向前行。哈哈，打拼为着咱的故乡，放弃着无采工，不免惊。世界有我著的无共，不惊无人知影，咱著有希望。虽然有时阵会感觉无力，改变这个世界，本来就无轻松。向前行，哈哈，打拼为着咱的故乡，放弃着无采工，不免惊。Hello， 两位好啊！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哎，南星爷啊，啊，今仔免上课嘛，无啥物共修，嘛免做环保啊，啊，你来怎啊？嗯，奇怪咧，无代志，我袂当来找恁哦。阿文酒咧啊，恁两人在遮饮酒，应该嘛会来啦吼。我无看诶人咧，无看诶人，嗯？啊！这个阿仔哦，打个喷嚏，叫阮大姑阿来。哎，你莫坐车啦。哎，宝哥若看到哦，伊一定唔敢来啊。阮嘛知影哦，你要找宝哥创啥？我送你一句话：食紧用破碗。哦。啊，不过今日我来哦，唔是为着伊呢。我无为啥。你呀、啊，哇，嗯，宝哥应该是未来吼，啊，我有代志吼，我先来走了，哈，豆豆讲了哈，唔惊了哦，无事无事。是不是阮某靠你？对，因为烦恼。今日搁惊回头咯，慧萍啊，嘿，我迄鞋也无啊，你帮我提一下吧。哦，好。谁要来啊？看啥？我无饮酒，做欢喜的啊！你无
无啉酒安尼，当然真好啊。真好，因为我无机会啉啦。你派人甲我干事哦？你他安尼讲，我他有派人甲你干事。你有靠杨新义无？啊，迄是因为。是你啊。我也无歹意呀，我是惊讲你搁走去啉烧酒，我唔知。拜托诶，我成熟才要改邪归正诶，啊有人要相信无？改什么邪啊？我看哦，我是回来做我的全国英雄好了，天天醉啦。阿仔，不是啊，我真正不是要甲伊干死啊，我只是。怕他意志不堅定，啊，如果再去給酒乾乾乾去，這樣要怎麼辦？啊，阿仔也不是傻人啊，他只不過是在說氣話啊，去跟慧姐說這樣就好了啦。我也沒做不到事啊，誰怎麼會跟他回事呢？現在不是要錢誰人對誰不對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讓他再去走回頭路啊，讓事情比較圓滿的，這樣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？对啦，妈妈，你哪里好？我们家要被卖掉，怎么办？你听谁说的？隔壁阿翠阿妈讲的。他说我们家欠银行很多钱，要被卖掉。好好好，你先不要哭，你先不要哭，没事没事，不要怕。好，你先进去。查到，啊！咱公司的财务出问题，你才不甲我讲？哪有啦？你妈话别讲，安尼搞纠察咯。啊！咱这间厝都要去红查封啊嘞，才敢骗我啊？你听谁讲的啊？啊！秋雨啊，你老在你在银行上班呐、啊，消息都拢传出来啊！我是你某呢，我才什么拢唔知。你啥无爱甲我讲啊？你是咧提防我啥哟？我无提防你啥啦，你莫学袂想啦。听讲我无相信你，哪会我问你啦？你敢有相信过我啊？我是问你，讲咱这间厝，敢是要去用拍卖啊？你无要应？
啊，你正摕这份结婚证书出来是啥物意思？趁钱持家是查某人的责任啦。你讲遐多要创啥？我是恁某呢，啥人我袂用得管啊？因为我答应恁爸爸，予你食青免烦恼啦。即摆讲这有啥物路用啊？阮家都要去互打骂啊！你搁走出去啉烧酒，安尼是会当解决问题啊？我就是无想要靠厝的打骂，我毋知伊甲朋友当势，啊，敢讲我免甲朋友恁两辈来哦？对啦，我爱啉啦，我酒鬼啦，我当初嘛是为着开工厂，才会甘愿把迄酒安吞咧腹肚内。即马煞变作有瘾想我嘛啉，无瘾想我嘛啉。朋友少我就。我知啦，你逐天啉烧酒足辛苦的啦。我袂辛苦啦。慧珍，我问你，你有许个计划无？我有。我后悔啊！我答应爸爸的代志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答应囡仔的代志，我一项拢无做着。我才把一间厝补到安尼，我真后悔。我今嘛一个人，我唔知要安怎。阿仔。你一直拢不是单单一个人尔，你还搁有我。啥？你所有代志拢要单单担？你会当甲我讲，咱会当做伙想办法解决嘛？咱两个人做伙想办法。对啊。你不怪我。陈总裁，我从来拢无后悔嫁予你。井呢，就是百年古井。来来来，好来来来，小朋友赶快集合过来。好的，小朋友往前哦。好，往前站哈。各位同学，我们这个井呢是百年古井。那以前古时候啊，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。如果呢想要用一桶水，就要很辛苦的把水从很深的井里面这样提提提提提上来，然后水又很重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珍惜用水呢？对，好乖哦，小宝，我们是不是要珍惜水资源呢？对啊，我们不可以浪费水。爸，好，哎，好棒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小心啊，加油！老师要来揭晓比赛成绩了啊！很明显是我们 B 组获胜啊！不过呢 ，A 组精神可嘉，所以呢，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，预备起！
哎，妈妈，你自己是班妈妈，怎么会忘记把水关掉嘞？我一下子忘记了啦。谢谢你提醒我，小队服。啊？嗯，君子量大，小人气大。妈妈，你是君子，我提醒你都没有生气，所以我要感恩你。感恩。子娜妈咪如果知道你都有把她教的手语用在生活里面，她一定会高兴的睡不着。怎么这么厉害？哎，哎，静怡哦，静怡怎么没下来啊？好啦，谁来啦？好，先去写功课啊。嗯。来来来，哎，多谢多谢啦。顶届吼，咱去迄个百年古井做的户外教学活动，真正是足成功的呢。我看到小宝吼，佫知影讲要甲水头头尊好安，啊，佫甲立明斗三工呢。看到伊安尼互相帮助吼，哇，真正足感动的啦。莫感动啊，食水果啦。哎呦，守财师兄，哎，真客气啦。哎呦，哎呦，静怡老师甲我共讲诶，讲伊较热情啦。我知啊，安喏，收热情啊啦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啊对啦，我搁爱甲你说多些呢。我要感谢你吼，愿意从恁家借予咱开花。哎呀，恁才客气啦。哎呀，阮这吼小所在啦，啊，搁再讲吼，迄环保站敢若一间静思轩安尼啊，迄块吼囡仔上课，搁教手语，即摆吼搁咧教迄素食料理。素食对啦。哎，那所在无够用啦。所以讲吼，有你真好。我来给你泡茶啦，好啦好啦，感谢啦感谢啦。后礼拜的课吼，我想讲，哎呦，学生啊，拣一句啊，家己上喜欢的静思语，互因画图，你感觉安怎？哎，好哦好哦。啊，歹势，我来开一下门个哈。咩啦？我开头啊。好啦。哎呦，今仔日呐，阮怡婷啊，就甲迄子呐，甲迄静思语手语甲比出来，啊，佫甲我感恩呢。哎，我就感觉安尼效果真好呢。感恩呢。对啦，我嘛感觉吼，咱安尼甲静思语啊变互较趣味的，啊放在教学内底，对囡仔来讲哦，真正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呢。那是当然的咯。啊，秋华姐来讲吼，这应该大海啊穿的啦，哦，足棒的。哇，足水哦。贤啦，互恁食啦。哎，啊，我拄则听恁咧讲，迄囡仔会当上课哦。啊。阮小弟囝吼，这两天对台北休了回来啦，啊，伊敢会当去上哈？哦，这个囡仔拢去用想歹去呢，迄什么代志拢歪做？哇，哎，静怡啊，啊，咱该会当回去插班？会当啊，拄啊好吼，阮这个我有开放新生旁听试读啦，你当把囡仔带来啦。啊，安尼秋华姐啊，后礼拜吼，咱就做伙带囡仔来上课。哎呦，莫讲因孙啊。阮家迄两个查某囡仔哦，要叫因做一下家事诶。哦，理由一大堆啦，真正足笨蛋诶。啊，我有一个 idea， 要听看卖无？好啊，来讲看卖，甲你讲啊。大熊好可怜哦，一直都被胖虎欺负。哎呦，妈妈，你这样根本就在念书嘛。一点都不像在演戏，哎，很紧张哎。静怡哪会叫我演戏啊？啊，我改当卖演。回答啊！啊，你家己做班妈妈，你不爱演戏，要叫谁演啊？啊，我也不演过戏啊。哎，爱叫我演这个吼，是拢无咧做家事的小朋友呢。你看，无咧做家事的小朋友。对啊。真简单啊，学恁查某囝就好啊。我要拖我房间地板。哦。啊，客厅和餐厅有差吗？我去拿拖把。静怡，你嘞？我唔知。厨房是咪够碗袂洗？大空。嗯。好，我即卖就来去。哇，恁两个囡仔哪会遮乖啊？啥款？我比你搁较好教囡仔哦。嗯，臭蛋嘞。
哎呀，这要安怎啦？明仔载要上台啊，真紧张。免惊免惊，啊演戏我着专科的问我着对啊。你演到倒一个是？小卢啊。小卢，好来，徛起来，我来你教。该徛起来。小卢，迄个爱较古锥的，好。嗯，好可怜哦，还胖虎都欺负大熊。你安尼敢会伤寒？嘛，我唔敢，我唔敢安尼演。啊，大熊好可怜哦，都被胖虎欺负。可以吗？唔是同款。好可怜哦，大熊都被胖虎欺负。好可怜哦，大熊都被胖虎欺负。对啊，你看安尼做出来呢。高嘴，高高高嘴，好可怜哦！大熊都被胖虎欺负。我讲袂好演戏，演了好好着。来，阿吉姑来，嘿嘿嘿，来，吉姑。各位亲爱的小朋友，接下来我们就由慧珍妈妈以及美霞妈妈为我们带来的小如的零用钱，掌声鼓励。小如啊，不要再看电视了，快点来帮妈妈扫地。我不要，除非你给我零用钱。要妈妈给你零用钱可以啊，但是妈妈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把你养长大呀？我知道啊，因为我是你的心肝宝贝。对，因为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妈妈每天都想着，你出生以后一定会又健康又漂亮。你发烧了，妈妈整夜不敢睡。你被人欺负了，妈妈陪你一起哭。你跌倒了，妈妈比你还要痛。小如坏坏害妈妈哭了，嘘，不要讲话，专心看妈妈演戏啦。哦，妈妈。你不要哭了啦，我知道错了。爸爸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爸爸妈妈不管多么的辛苦，只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。我们不要求任何的回报，只希望你可以用一颗感恩的心带家人跟朋友，做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妈妈，我以后一定会努力的帮你做家事，我再也不会乱跟你要零用钱了。因为爸爸妈妈就像太阳一样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？预备，来，太阳光大。请穿鞋，谢谢丽妮。湘婷，爸爸去停车，啊，你先带哥哥去换衫，妈妈来煮饭吼。好。哥哥，走，我们去换衣服。
你要去哪里？妈妈，怎么啦？哥哥，我们去换衣服。黎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妈妈说？来，慢慢讲。妈妈辛苦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哥哥想要帮你做家事啦。真的？像今天上课的时候，慧珍妈妈演的小如一样，哥哥对不对？我想要帮妈妈的忙。妈妈不要哭。嗯，好，妈妈让你来帮忙哦。我也一起帮哥哥的忙。好啊，那你们两个先帮妈妈洗米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杯子舀两杯米。妈妈，不要担心，我会跟小卢一样平安健康。演了袂歹哦，我看你会当去做演员。哎呦，你安尼讲我都歹势啊！你怎毋知我紧张到手甲脚都毋知要哪振动？啊对啦，啊是讲恁小弟后生咧，迄天去上课敢有帮助？有啊，哦，伊回来哦变足乖呢，佫会晓甲我摕粪扫去捡粪扫车啦，啊佫甲我讲吼，伊要替我收衫，结果收甲衫拢落来落涂骹，我拢唔敢甲遐。对啦，迄囡仔愿意帮咱做伙做吼，咱就爱甲娱乐啦，唔通甲嫌啦，才袂去伤害到因的自尊心。啊对啦，阿仔最近安那？伊哦，你无感觉伊最近变作骨力嘞？啊货嘛拢无送唔对，而且哦，佫揪着新的客户呢。我知影伊遮尼拍拼吼，是为着要解决债务的问题啦。我著甲你讲过，迄阿仔本性本来就袂歹。对啦，啊，较早伊就讲伊是啥物有理想、有志气的人，我拢嘛甲当作是咧碰风。不过伊即马真正是安尼的人哦，就算爱开五年还是十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，我拢一定挺伊到底。哦，我内感觉哦，我的耳孔起有鼻生掉啊，求花子。我可是早已到了。六连八皮单操，一起杀杀烧杀。我你呀哦，你输啊，饮落来，饮落。那是安怎啦？你是啊，老好听，真正喘袂落啊！卖假，卖假，卖假！饮酒吼，那熬少过，不多少底嘞，尔。饮落来，阿多你把这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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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哎，宝哥，啊，歹势，宝哥哦，这内底有做电话，做电话代志，我先揣转来，宝哥。不好意思喔，你剛才在喝嗎？我們老闆在喝喔，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，你剛啦，你剛喝啦。
阿仔，我假仔你来假叫，那无，我就叫遐个人来灌烧酒，灌较大。哎，老哥，咱是家己的呢，免客气啦。老哥啊，迄金章哦，是我买予你食解酒的啦。阿伯，你食。老弟啊，准备热啦！你然后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前前阵仔毋是看你有较好啊，啊，怎听你讲话阁作骚声的呢？有去予医生看无？啊，你着要去看医生？迄照破人的嘴啊！是我咧讲你呢，你最近吼，迄酒量有够歹，啊，面色吼，叫有够歹看的。我是感觉哦，你予医生检查一下，若无问题哦，阮嘛较安心啦。啊，免啦，迄是哦，因为哦，我的感冒还未完全好，才会安尼啦。你搁敢讲哦？啊，感冒搁会啉烧酒哦？哎，拜托的，迄是你讲的呢。讲哦，啉烧酒会用杀菌，啊，所以感冒才会紧好啊。宝哥啊，啊，我迄是啉烧酒，甲你连宵话，你嘛相信哦？啊你，啊，讲真诶啦，酒吼，减你一寡。会当改哦，上好啦。你看我前一阵啊，安尼啉烧酒，我搁出题代志个，嘛了袂少钱，袂好啦。迄道理哦，啊，人人拢会晓讲啦。而且哦，我若无啉烧酒，我都无朋友啊呢，乌白讲，我唔是你的朋友哦。就算讲你完全无啉哦，我嘛永远永远是你的好朋友。豪哥，今天把时间留我好不好？咱做下来，黄部长。对啊，你袂倒？啊哦，我要去环保站做环保啦！哎呀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行！要行去倒啦？帅师兄啊！你伫看时间，无要紧啦。你若有代志要无用，你会当先离开啦吼。无啦，毋是啦，我是吼看宝哥有来无啦。哦，咱前两工啊吼，甲伊做伙，啊我甲招吼，今仔做伙做环保，爱甲我讲好啦。嗯。到即马啊无讲诶人，我看我是敲一下电话吼，哎我敲毋成啦。哦，好好。
安怎？有通无？通啊啦！咱阁有人请。蔡海师兄啊，我了解你的心情啦。后台听李姐哦，甲你说多谢。宝哥哦，你这款的朋友啊，安尼算讲有价值啦。你莫安尼讲啦。迄宝哥哦，虽然是你的姐夫，啊，不过嘛是我上好的朋友啊。我当然嘛是希望吼，会当甲邱姨来做伙做啦。安尼哦，你都唔通放弃，继续加油哦。我尽量啦。我们一起来哦，人呀，克服克服难，不要被难克服，好棒哦！每一个小朋友做得很好哦。那我们再来一次哦，预备起，人呀，克服头先，歹势，有一个人客落落啊，烟斗烟斗，人拢叫伊宝哥今仔到来。有啊，甲朋友才啉甲吐尔，头拄仔才走尔。啉甲吐？嘿啊。啊，咱本来配合迄间塑胶回收场哦，可能我爱找一间新的配合吧。啊！啊，是安怎嘞？啊，原本迄间哦，我们要转型，我爱收回收的塑料啊。是哦。啊，不要紧啊。啊，这件代志我来负责啦。我熟悉回收厂哦，嘛袂少，一定当问到的啦。安尼就交你啊。好。你好。嗯。帅师兄啊，你不是已经回去啊？派生呢？唔知有惊扰到恁开会时间无？没啦，你来哦，我们足欢喜嘞！来来来，饮茶。帅师兄啊，你是安怎啊？无啦，啊，今宝哥唔是甲我放假，我走去找伊，真正是走去啉烧酒，可能甲吐架。啊，即摆伫咧倒，等伊厝诶啊。我总算吼，会当体会当初恁三个要救我迄种痛苦啊。无，莫后壁讲咧，阮是无感觉到痛苦。嗯，对啊，阮是欢喜做，甘愿受。啊，虽然讲你迄个时阵就歹倒。是哦，要唔讲愈歹倒的哦，愈是一尊大菩萨。感恩啊！讲真诶，我真正哦，做先生恁三个感情遮尼好，会当互相落去求进步啊。多做多得，安尼哦，你嘛较袂因为宝哥的代志心情咧郁卒。宝哥的代志哦，我冇想过啊。我想要克服难，啊，不过我说吼，拢互人来克服。干那要叫宝哥去有医生看，伊就拢袂睬我。几啊摆吼，
讲要跟你去做环保，结果无去跟你放鸟，听讲哦，让你失望啊！我唔是失望，我是伤心。妈，妈妈希望讲吼，你会当甲小仔啊同款，去做一寡较有意义的代志。啊，若是讲哦，你环保你无介意做，无咱嘛应该做别项啊。啊，不管做多一项拢好啦，就是莫一直去啉烧酒啊啦。好啦，我尽量莫啉啦。是啦，健康哦食品，互你食保养的啦。哦，这贵三三呢，啊你哪买咯？袂啦，予你食个身体健康有好处个哦，都拢袂贵啦。啊，你家己个身体都拢袂顾啊，你顾我这老伙仔是要做啥啦？我哪有无要顾我家己身体？国家讲，你家己去照镜看卖，迄边拢裂落去安尼，啊，烧声拖遐尼久拢也无好。你若是哦有真正有效个吼，你著紧去予医生检查啦，莫予我烦恼啦。好啦，我会去医生馆检查啦。莫甲我骗哦，你若甲我骗，我会生气哦。知啦。啊，你迄资料吼，紧传过来吼，我随家处理哦。今天你的日报表。哎、欸，稍等一下，稍等。安怎？这是咱公司的校本甲选意表，你看者。你要我看？当然啊，你头家娘呢，应该看者啊。唔免啦，我相信你啦。哎、欸，宝哥，阿仔，宝哥没到？阿妹啊，你第二名，嘿嘿。哎，宝哥是安怎？啊？哎，打电话哦，哎，我根本听袂到伊的声音啊呢。哎，跟我讲什么心情做吧？啊，你刚才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唔知啊，哎，就讲见面才有讲啊。来来，先啉啦。卖，是卖啉啦。这塑胶袋啊，偌恐怖的！迄用一千年哦，拢未歹去呢。啊，上重要哦，迄破坏甲污染哦，咱的土地甲水源，你知影？哎，我知。啊，你要卡一个电话，宝哥无哈？刚才未来哈？哎呦！咱塑胶袋啊，千万唔通过用。哎，宝哥，哎，阮吼啊，来等你等足久的呢。无啦，我唔是宝哥啦，我姓叶啊。啊！我卡宝哥的电话，那是你接吧？啊！伊人无爽快啊，即要伫病院急诊呢。哈？我们现在等化验报告出来，但是研判状况可能不是那么乐观。哦，医生，谢谢啊。医生安怎讲哈？我医生讲啊，等报告出来才知影，啊，不过，敢若就严重个呢。哎呦！
呦，这个总部是安怎啦？这几岁人尔都个身体不干呢？对哈。世界有我著的